看妇科好害羞，女孩们有过这种糗事吗？你知道第一次看妇科，真的是脑中就是妹妹会不会臭？我怎么可能80度弯下去闻，就想说妹妹臭不臭？不行啊！所以我就觉得哦，所以我就第一次看妇科就是嘴张很开心，想啊，我妹妹臭吗？我妹妹臭吗？护士小姐跟我说，拖去里面，然后打开。那护士小姐跟我说，那你先打开，然后就坐着，然后讲。今晚11点，18岁不睡。